我知道奶奶以前对你不好，可她现在走失了，你却拼了命的去找她，把脚都磨成这样了。妈，你告诉我，你恨不恨奶奶？ 蓉儿，嫁入杜家，不是妈妈心甘情愿的。可是自从我做出决定的那天起，我就必须要做个好妻子、好媳妇儿。你奶奶是我的婆婆，不管她怎么对我，妈妈都要侍奉她一辈子，为她养老送终。相信妈妈。 唯一让妈妈遗憾的，就是妈妈还有奶奶，过去没有好好教你，把你宠坏了，以至于你做错了很多事情，我们都没有及时来纠正你。不要再让妈妈有遗憾了，离开这里。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，重新开始，重新做人。妈，我现在不能走。你知道我以前是为了奶奶，我为了雨林，为了查定一栋，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可是我现在觉得，这里很多人都需要我。常永远到现在还杳无音讯。 还有小猫，还躺在床上，头上伤口在感染，一直都没有醒过来。还有小豆子，没爹没妈的，整天吃不饱，他们信任我，我要帮他们。你怎么帮？今天如果不是雨莲的话，你连命都没了，你连命都没有了，你怎么帮他们呢？啊？ 我会小心的，你放心。今天他们救我，我都看到了，我心里很震撼，真没想到。我觉得他们早就知道我是杜枯荣，不是小哑巴。常永远知道，小豆子知道，庆童知道，我想雨莲可能也知道了。 我就是过去那个做了很多缺德事的失三少，他们为什么要救我？拼了命的救我，连自己的命都不要的救我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呀？你变了，孩子，你变了，过去的。 过去的你已经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妈妈听到你这样说，真的很高兴。你走吧，离开这里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。妈妈相信你，相信你，会有一番新的作为的。 你可以闯出一片新的天地，等你羽翼丰满的时候，你再回到这儿，再来帮助这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好吗？你放心，妈妈、雨莲，还有奶奶，就在这儿等你回来。 必须带雨莲一起走。
你知不知道，除了吉原纺织厂，我的另外两家纺织厂的工人也在闹事。木村和山田君的纺织厂矿厂，那些工人也在共党分子的煽动下罢工闹事了。敢欺骗我，我要让你好好尝尝这把武士刀的滋味。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急什么？我又不是第一次帮你做事情，那些工人很快就会老老实实的，一个都不敢乱动。好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那个叫雨莲的姑娘，她是我的，这件事免提。我没兴趣掺和你的风流账，我找她是为了拍一部描写浮世绘的电影。浮世绘的电影？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，可你们中国人始终不认同我们，以为我们还是明治维新以前的海贼，所以我要将日本伟大的文化带到中国，让你们中国人彻底折服。亲爱的，我听说你的纱厂工人暴动了。听说那个纱厂是从以前苏州首富手里盘来的，那家的儿子死了。哎，你说这暴动会不会是冤魂作祟，或者他根本没死啊？你怎么对杜家的事这么清楚，还这么关心？哎，亲爱的，你要拍电影了，你看我行吗？亲爱的，我要去一下化妆间。又要去补妆？跳舞出汗了，妆花了不舒服，我去去就来。青兰，青兰，你有看见常大哥吗？没有。你要去哪儿啊？纱厂的女工骨干开会，我给他们送传单去。我能跟你一起去吗？可你，我知道我不是女工，没有资格，可是丁一春就要把我带走了，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，只是希望在走之前我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。雨莲，我绝对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，你愿意加入我们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走走。姐妹们，大家听我说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把纱厂所有的机器全部停掉，连夜写出新的标语。你们两个负责前面的厂房，好，你们两个负责后面的厂房。相信这一次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好。杜锦大人，吉原纱厂的工人闹得越来越厉害了。今天傍晚，他们竟然放火烧了纱厂的机器。龟田四公一先生现在非常的生气。你也知道，龟田四不仅是纱厂的大股东，而且他还是奉系方面的军事顾问。
惹恼了他，恐怕后患无穷啊。啊，所以请督军大人，务必要把闹事的工人给全部镇压下去。哎，啊，对了，我忘了说了，那些工人手里面还有枪呢。啊，好好。好多姐妹还在里面呢，快点，快点救救她们，快救火呀！我们要把门打开，快点，来！妈，妈。这么晚了，雨莲怎么还没有回来呀？她上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哦，她和沁兰一同出去了。女孩子出去上街，回来晚了，也是正常的。行，那我再等等吧。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妈，你别吓我，妈。哎，景秋怎么了？啊，是不是不舒服？快送医院！来来来，走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上车，送你妈去医院。嗯，你来的不早不晚，偏偏这个时候来。走。跟王森串通起来骗我，为什么？别怪森哥，是妈妈安排的。蓉儿，实在买不到去南洋的票了，快去日本。到了日本，会有人接应你的。我知道了，妈，是不是王森让我离开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不能走。我的事还没有完，我不能走，我咽不下这口气呀，妈！你知不知道，你每天半夜三更的出去，妈妈就在门口等你，你不回来，我根本无法入睡。告诉你，我只要一闭眼，全是恐怖的画面。我要去找你，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你。妈，都是我不好，对不起妈，我。蓉儿，蓉儿，我求求你，你别折磨妈妈了，好吗？今天你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，在没有洗清罪名之前，你不许回来。你真相信他会帮我吗？他是怕我查出真相。妓院沙场着火了！妓院沙场着火，怎么那么多军警往那里赶啊？雨莲和沁兰他们是不是去了沙场？啊，他们是不是在沙场里面？我不知道。妈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瞒着我？你不能瞒我，你说呀！妈，我要去救人，我要去救人，我要去救人！停车！押解囊！停车！王四，你给我停车！蓉儿，你疯了吗你？妈，我是疯了，现在着火了，人命关天，我能看着他们烧死吗？放开我！别让他乱动！放开我！是，放开我！王森，你个毛鬼！森哥，放开！停车！停车！让蓉儿下车吧。景秋，你这不是帮他，是在害他，是在要他的命。停车，王森！你个混蛋！停车！闭嘴！你没看到军警和消防员都在往沙场跑吗？他们是去救人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告诉你。那些军警对工人的迫害，你从来都没有见过。我不相信你，我只相信我的眼睛。放我下去！放我下去！
静秋，放给我！静秋，你放开我！静秋，让我下车！哎呀，静秋，你放开我！你这是害他！吉原沙场的火已经扑灭了，烧死了三个工人，车间也全毁了。急的是龟田寺，我等来的可是发财的机会。可是我们放火的时候，有两个女人好像看清了我的样子。大少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看见又怎么样？哎，看见你们纵火的，是不是韩雨莲和董沁兰呢？是。沁兰，沁兰，沁兰，你醒醒啊！沁兰，沁兰，你醒醒啊！沁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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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沁兰，沁兰，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？沁兰，你醒了，沁兰，不是军警开的枪，是一个戴礼帽的人，小哑巴，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听不到，也不管你以前
是什么人，但我知道，你现在是个好人。我妹妹青铜，她真的很喜欢你，但是我知道你心里只有一个人。我只是希望你对青铜好一点。青兰，我知道你一定很想回家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们很快就会送你回家。青兰，等我送你回家以后，我马上就去警察局，我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，我们明明是去救人，为什么会有人向我们开枪？他们是凶手，我一定要帮你找出凶手，我不会让你白白死的。秦岚，我们回家。玉莲，不管你要去哪里，我都会陪着你。青兰成了纵火犯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有没有天理了？简直是颠倒黑白！不行，我找他们说清楚去。他们这是……你们
简直是胡说八道啊！新兰和雨莲怎么能吃纵火饭呢？死去的人都是他们的好姐妹，你们不能这么冤枉好人呢！你们对呀、啊，我姐姐一晚上都没有回来了，我还想管你们要人呢。你们凭什么说我姐姐和雨莲纵火杀人？你们的证据呢？我看你们是没有证据，才来这边血口喷人的。董青兰和韩雨莲杀人放火，丁府的人全都看见了，人证物证都在。我警告你们，不许包庇犯人。否则你们全家都得遭殃！你们胡说！你们爹，爹，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把枪放下！干什么？畜生！畜生！你们就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冤枉好人！金兰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找到把这颗子弹射进你身体里的人。也出来，蓉儿，你在哪儿啊？快出来！来，给你吃。包的这么难看，我不吃。没关系，我再包一个。你看我包的多漂亮啊，给你吃一个。真好吃。小鼻涕猪，谢谢你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你恨的是那颗恶形恶状的十三少。
我去给你买大饼油条。好像有人，这儿有间房子，进去看看。是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是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再不放开，我就死给你看！玉莲，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呢？我是一东的亲哥哥。你闭嘴！不许你提起一东的名字，你不配。好，好，我明白。是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些事，我让你受了惊吓。对不起，玉莲，我诚心向你道歉。那天其实我想起了一段，我心里很痛苦，所以喝了些酒。我不是故意要冒犯你的，我只是有些失控，请你原谅我。好，我可以原谅你，请你现在放我走。放你去和杀人犯十三少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我都知道了，十三少没有死，而且他还和你在一起。你难道忘了？
一冬是怎么惨死的。一冬那么爱你，那么好的一个人，他却死在十三少的枪下，十三少的手上沾满了一冬的血。你竟然和这个魔鬼在一起，一冬权限有之，他会安息吗？不，你不要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他是善良的小哑巴，他不是十三少，他不是。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，死在大牢里的那个才是小哑巴。十三少的身上又背了一笔血债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放你走，只有跟我在一起，你才会安全，才能避免再一次的落入十三少的魔掌，被他玩弄。你和十三少，你们都是魔鬼，你们都是。你忘了你现在是通缉犯了吗？全城都在通缉你，只要你走上大路，警察马上就会追上来，抓住你之后把你打入死牢。不，我没有放火，我可没有杀人。你说的话会有人信吗？你想想董庆兰，难道你希望他一辈子背负着杀人的罪名，连父母亲人都无法去祭拜他吗？嗯，你怎么知道秦岚死了？我明白了，我看见有人向秦岚开枪，那个人是你，对不对？我在树林里面看到了他的坟，现在也只有我能帮助你，还有董庆兰洗刷杀人的嫌疑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帮助你查出真相。玉莲，别把我当成仇人，其实真正的矛盾不是你们和我，而是我和龟田寺。那个日本人想要的不是几家沙场那么简单，他想要的是整个苏州，甚至整个中国。日本人野心太大，太嚣张，我怀疑火就是他们放的。玉莲，你只要跟我回去，我就答应你为工人讲话，迫使龟田寺为那些死去的女工做出合理的赔偿。中国人帮中国人吗？这不正是你想看到的吗？